哦，来，欢迎底下酸民留言。对付老娘现在要跟你开战。我觉得今天当一个舔共仔没有不对，爱钱有错吗？爱钱我跪舔有错吗？你们就要玩 gay， 哪们跟你玩 gay？ 你闭起来。然后说网络霸凌哦，千万不要网络霸凌哦，网络霸凌是一个很糟糕的行为哦。你以为你声量大就霸凌人家哦？然后再来官版呐、啊。再来个新闻，接下来下一步是不是说台湾人霸凌你啊？我每天都被洗版。黄玉婷就是我有发 FB 啊，我有发一个 FB 讲他，反正不是很呛。我还是讲你不是很呛，做人是这样子啊，像阿管一样嘛，呛到底，呛到被开枪，才 man 嘛，是不是？哦。你不要呛一呛，又什么三文官版的哦，让我觉得舔共仔哦就是这样子。反正你喜欢舔共嘛，我也教你嘛，你就不要看台湾人的言论，你就看中国，中国一定很多人支持你嘛。中国多增加100万的粉，让台湾人几十万骂哪有关系？啊，这些明星不是都这样操作的吗？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就不要看嘛，就二择一嘛。啊，下一次奥运就代表中国出赛嘛，啊，只要这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一方面呛台湾，你呛说欢迎酸民，哦，你比完赛的欢迎大家来你下面留言，欢迎啦，好、哦，你们这些 loser， 你们这些什么东西的来这边留，来啊来啊，就一副老娘现在要跟你开战，很好，我觉得没有不对，我觉得今天当一个舔共仔没有不对。没有不对啦，真的说实在啦，爱钱有错吗？爱钱我跪舔有错吗？你们就要玩 gay， 哪们跟你玩 gay？ 你闭起来。然后说网络霸凌哦，千万不要网络霸凌哦，网络霸凌是一个很糟糕的行为哦。你以为你声量大就霸凌人家哦？哎呦喂啊，你给可怜，怕没鬼啊，你话可怜，怕鬼就怕鬼啊啦，是不是啊？你讲，好来。欢迎底下酸民留言，人家真的去留言了。哇，你又哇，我看那个新闻头，你爸爸出来讲话，怎么出来讲话？龟会狼啊啦！我认为一个年满18岁的青年人自己处理事情、啊，好不好？除非真的是被人家欺负到一个不行哦，那你是自找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人都是这样子嘛。都自找的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官版呐、啊，再来个新闻。接下来下一步是不是说台湾人霸凌你啊？不是你，来金马老王哥，这不是很好笑吗？我相信各位都遇到过这种人嘛。你是王哥啊？不是很多人都，哎呦，又欺负，哎呦，我要关枪了。我去开个庭，官场一直骂我，官场的粉丝骂我，你都骂我，那个我每天都被洗版，我每天都骂我是废物，我是，那这个社会上真的是这样，你们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这种人，想要表演，惹你生气，你真的生气了。哎呦，你干嘛这样？你开不起玩笑啊！